先擒我。 我敢打赌，他们决定清剿就不会在乎祖成武的死活。你这是屁话！骂得好，你当我不值钱呢？常虎寿的没错，戒严部队的最高长官已经不是你了。刘红，我问你个事儿：当初你有没有在吃石兰的醋？ 再吃，还酸得不行。谢谢。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拉出来吗？因为我知道，你愿意在枪林弹雨中死去。我砍你个头！山峰，是山峰，岳红没发。 全被堵进楼里了。我只想知道，什么时候突入进去？我们的作战方案是先进行围困，然后突然发起攻击。轰掉那座破楼。尸座在楼里面，蔓延可能会伤到他。我不可能只突击不营救，我需要时间作战。我要你们。 轰掉那座破楼！炮兵听令，坐标发位，各炮准备。马丞相，你给我闭嘴！都别动，都别动啊！ 老子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利，我只认祖师长。你们不让救他，老子就拿命跟你们扛！兄弟，你他妈汇报试试！千万别激动，有话好好说。大不了咱们就按照原计划行事。别激动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，不要露头。他们到底是什么战术？有两种可能。 一，把封锁范围压制最小，长时间围困，直到所有人都被感染，丧失战斗力；二，暂作休整，随时全面发起突击。不是随时，只要我在，他们就还会试图营救。所以啊，要等到夜幕。南里做肉盾有用吗？我也是。生死各占一半，就算营救啊。
也就表示个心意。我们盘算错了，事实上这座木楼，一轮炮就轰塌了，根本扛不住。我们就不能转移到地下去吗？那我们就一起被活埋。我们在上面就是为了能让何大爷和妞妞有幸存下来的可能。见识了吧？正规军一来，特务组织不堪一击。祖师长，你没觉得这话说的有些不合时宜吗？ 都这种时候了，大家都淡然些吧。哎，二爷，您先喝着。 这么急着回叶县，事情办完了？功夫下在外边，决定得回家里做。你至于这么隐晦吗？我这不是拿不定主意吗？越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就越显得神秘。我倒觉得，你越隐晦，就越能骗人。比如伪造密电之类的。你看看，又来了啊！咱不说这事儿，一会儿菜来了，你要好好的吃两口啊。客官，有火吗？借个火用。 是派你来的，高处长。 上一次，利用轻功的报社做要挟，已经是铤而走险。这次变本加厉，让人拍下了这个。你们把自己往死胡同里逼啊，半点余地都不剩，让我怎么说你们好？知道吗？ 拿泄密作威胁，最后威胁的只能是你们自己。你们前去共区还做过什么？没人知道。如果已经泄密，如果泄了密，我们就会死在你窗外的花园里，霸下镇就会变成地狱，那批藏宝会以最快的时间秘密转移。 黄陵藏宝至少在霸下镇里已经不再是个秘密了，对吗？如果这个秘密没有泄露出去，结局也会是一样的，因为棋子不再是生死由人，霸下镇就会有太多的如果。如果，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两个字，有多少人被这两个字控制？ 终日里寝食难安。那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。现在有一批共党人士正在前往霸下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同志，啊，谢谢你啊！哦，谢谢你啊！真是很感谢你，我们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一天啊！ 我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，走，走完。霸下镇发生疫情，国军正做积极控制，请予协助及监督。纸条上的内容，我一个字都不会给你隐瞒，不管你信不信。高处长，你愿不愿意听我说句话？ 霸下镇的所有的人，能被选去守护这个天大的秘密，皆是因为忠诚。所以，不管发生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，你必须要相信我。这些事的动因，都出自于我们对职责的忠诚。
为了这份职责，我们付出过艰辛，也付出过沉痛的代价。抵抗是出于无奈，忠诚不曾丢弃。否则藏宝的秘密分分钟都会被泄露出去。如果组织不想摧毁这份忠诚，那就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继续相信我们，直到我们的国家有足够的能力保护那批承载历史的无价之宝。 李从文，作为这个团队的长官之一，你确实很有智慧。如果没有意外，你这一步棋将解开一盘死局。意外？我理解于主任在巨大压力下的那种心态，丝毫的疑惑都会被"如果"两个字无限的放大。所以，他下清楚令我阻止不了。 但在不久前，他遭到邦委特务组织的暗杀，不幸身亡。我紧急的赶到这里，就是处理霸下镇的事。事实上，我撤销清除令，仅需要亲耳听到你刚才说的这番话。 高处长的态度始终很模糊，这让我有些吃不准啊。我想纸条上的内容已经足够吓人了。能否让他屈从？我看不出来。其实他跟我们一样，善于隐藏内心，否则不可能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。是啊，这也意味着很难对他有准确的判断。若没有松动。 他又何必告诉我们余主任的死讯？强调跟他没有关系，稳住我们。从文，你乱掉了。既然下了注，就不能动摇。托国共合作的福，你说的。当时你很乐观，要保持乐观。是啊，要保持乐观。 佑真，你是不是很怪我？之前没有把所有……从文，我明白你要说什么。当时你很担心，我万一接受不了，会闹出意外，对吗？是，我很担心，因为我知道你跟共产党有很深的过节。无所谓了。 6年多，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在一个镇子里面生活，就像亲人一样。可是你完全不了解我，如果因为仇恨我就乱来的话，那我早就变成杀人狂了。 事实上，你说的对，猜忌你是不是共产党，只不过是在对你矫情，只对你，因为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让我在他面前撒娇。 所以你不必顾虑太多。你出的那张牌很高明，又狠又准，兵不血刃，还不至于让大家有丝毫的暴露。佑真，从文，我知道，紧迫之下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选择。可是剑走偏锋，容易遭人误解。
妈妈是很危险的误解，懂吗？谢谢你啊，很理解我。我突然觉得，其实你是个蛮好的人。铤而走险不是为了自己，是因为你牵挂的人。我们能有你这样的长官，真的不错。长官？对，长官。我们的确不该有别的关系，这样会更好。睁开你的眼睛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走得了吗你？一条命就够了，你又何必再加进来？两条命在一起，就能多一份应对的机会，不是吗？你疼我吗？当然疼。还有妞妞，你们两个我都疼。结婚申请啊，我递上去，可是组织上他没批呀。何猷真知道自己的谎言已经稳住了李从文，因为谎言中的情感如此真实，他希望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求证李从文的真实身份，因为他希望李从文的情感也是真实的。如果不是，他就会用最残酷的方式予以了断。高处长，你借共党要挟上峰，所以等霸下镇恢复原样之后，你必须回来述职。哦，您决定撤销清除令了吗？我屈从于你了，但不知道是否来得及。你是在憋尿吗？不用这么人贴人的盯着。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反抗能力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憋尿是件特别危险的事情，膀胱的弹性是有限度的。一旦超出了这个限度，就会破裂。你知道膀胱破裂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不管救不救得出组师长，我都没好果子吃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条命是祖师长救的，他让我多活这七年，赚大了。现在
拿我这条命换个救他的机会，值。把眼睛给闭上。石小姐，上头传来密电，要第一个交给你。出去！鸷鸟之不群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我们就这么等下去吗？就这么等。只有展开近距离搏杀，我们才有机会。我还物有所值。小雨，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觉得不太正常。我有同感，如果是借着夜幕进行突袭，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在无窗的墙侧夯建土坡，届时让士兵从屋顶突入。若是这样，我们不可能连一点动静都觉察不到。怎么，妥协了？上峰密电，翻译内容时，巴夏镇经受住了考验，视为忠诚。戒严部队将会陆续撤离巴夏镇。给我一秒。如果我说这封密电让我如释重负，你会相信吗？谁会知道这番过程有多痛苦？我差一点亲眼看见自己深爱过的、阔别多年却难以忘怀的男人在自己面前死去。一个执行者，你知道我有多无奈、多纠结，纠结到只想跟他一起死去。就你们，我求之不得，但我害怕我的心声不再会被你们相信，所以请原谅。于书记，控制疫情是好事，可是为什么非要用非常规的手段来传递信息？字条的后半段内容是请求协助及监督，我想这才是重点。嗯，或许传递消息的人觉得有什么异常的状况，要么就是出于对国民党的不信任在寻求帮助。于书记，
在电话里边反复强调，要多留心、多观察，要有应对非常情况。总觉得有些诡异。军队好像在撤离啊，咱们得快点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我是栾山武工队的江红英，这位是共产党叶县地区组织部的刘政委。你好。我们受区党委的委托来坝下镇协助疫情防治。江红英，我们见过。看样子你们这是要出去躲避扫荡吧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栾山武工队的。你不会阻止我们进入吧？当然不会。实际上疾控中心的人一直在等你们。我们就要走了，现在这里面再做最后一次消毒。疾控中心的人在哪儿啊？石小姐，你找的人到了。你们好。你们好。您好。您是？我是疾控中心的防疫官施兰，是我托人找你们来的。我们边走边说。好。嗨。坝下镇的疫情源自于一种 PHV 的病毒。这种病毒传播速度快，死亡率高，而且国内没有疫苗。施小姐说这个屁什么味儿的病毒啊，是早年日本开拓团带进来的，疫苗呢也只有在日本才能找得到。这狗娘养的日本人是真他娘的害人呐！为了防止疫情扩散，也为了避免大规模的群众性恐慌，国府在寻求疫苗过程中派驻兵队秘密封锁了坝下镇。但是镇民们对封锁并不能够理解，于是我就萌生出了寻找外援的想法。由于涉及到保命，我只能托付同事远去边区，以隐秘的方式传递给有党人士。那是我们调制的汤药，能增强免疫力。其实坝下镇的人啊，也不是那么混不讲理。你们想啊，猛地来了那么多当兵的，吓的。疫苗上午就送到了，花了点时间做检验。熊大夫都过来了，那应该是好的。应该是合格的。病房身亡了几个人？洪家老大洪万生还有小五。那个虎头虎脑的孩子？您也认识小五啊？当时你们外出了。李镇长呢？是不是又不在镇上？他去传递消息了。施小姐刚才说他是托付的同事。几天前我在叶县见过他，妓院外头强行掠走了一个劳动妇女。是这样，李镇长啊，刚发疫情的时候他去汇报去了。那个撒谎，撒谎，撒谎，全在撒谎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。王三，干什么还不拉回去啊？大嫂，别着急，什么情况你跟我们说说吧。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，他们都在骗你呢。坝下镇是被害的。魔女魔天师看到坝下镇是人间乐土，心生记恨，就取了自己的便秘精血制成奇毒无比的种子带来这里祸害众生。还让他说，还让他说，拉回去，别让他过来添乱了。撒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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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谎。
她男人啊，前一阵死了，脑子。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当镇长的丢下群众躲出去了，而且毫无愧意，到处欺男霸女，他真是可恨呐。其实这李镇长啊，小掌柜，哎呦，这又怎么了？熊大夫还没起给他们打疫苗，他们俩就咽气了。肖掌柜他们那儿去看看吧。小贝死了。头七那天帮我找个神父吧，找和尚吧。西方净土没有女人，我不要。我要小北上天堂，这是天堂啊。为了帮那个女人演戏，我多卖力呀，就以为能得救了。可临到头了，儿子还是死了。儿子死了。为了前面演的戏，我还得演，直到看戏的、拍戏的都心满意足。从小到大，我就在想，地狱是什么样子。我现在知道了。从演这场戏开始，我的心就已经是地狱了。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很沮丧，你没有保护好老师的孩子。小北是我的儿子，别再自欺欺人了好吗？Thank you.
刘恒，亡者不能复生，活着的人终归要从悲伤里走出来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是担心，我担心你折磨自己。我什么都没说。陈康，我是个健康的女人，对吗？只要我愿意，我就能生一大堆。小北没了，你得给我再生一个，你得陪我一个儿子。还愣着干嘛？我要你用尽全力，让我相信，我还有点亮希望的办法。我们结束了。我相信我们之间有真感情，但这份感情太脆弱了，仅是因为小北。小北不在了，我们也完了。Speaking about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, but we can call it also our. 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，坝下镇人心中都是一片茫然。他们都是天罡地煞，他们曾经在凶境中游戏，曾经在生死线上跳舞，曾经无比骄傲。然而此时，他们却在无助地寻求着帮助，绝望地渴望着希望。他们想在灰暗的雾霾中看到一点颜色，想让自己得到哪怕只有一丝的慰藉，哪怕是虚幻的，哪怕仅就是一世的。但心的迷乱却让一切都变得那么无力。阿门。神父，与谎言相伴的人可以上天堂吗？不可以，所以上帝的羔羊要一体位。也就是说，小北根本上不了天堂，你只是来走个形式。是，是什么意思？你个混蛋洋鬼子，我们都是与谎言相伴的人。他老了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岳红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起什么劲呢？哎，你说起什么劲呀？这洋鬼子他咒了我们所有的人！你可真逗！我们来到这儿都是遭了诅咒的，你信吗？我弄死你！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你猖狂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你啊，你打他干嘛？跟你什么关系？打好了，打好了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别猖狂，别打了！你们现在杀了谁？
家打的啊！这点火都泄了吧，铁子。你说真有天堂吗？哥，你就不觉着问这个他有点无聊啊？我看大家都疯了，这日子以后还怎么处啊？就当今天是个仪式吧。八下镇的人混淆身份和生活已经太久了。怎么，你准备心无杂念地做回特勤了？妈，咱好好的过日子行吗？以后日子会变成什么样，咱谁也不知道。就当这里是天堂，就当咱什么都不是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家三口。咱能好好过几天就好好过几天，行吗？你看，你们这些人这是搞的啥名堂啊？我都不知道怎么打起来的。啊，起先啊，就是那洋鬼子他咒我呗。洋鬼子跟我说了，根本就是两岔了。他所理解的以谎言为伍，指的是十诫里所说的作假见证陷害人，就是我们送他走的嘛。就为这个打起来的？我们这么在乎天堂啊？在乎。当人们呀满怀使命感的时候啊，谁都觉得自己就是上帝，但迷茫了就恐惧了，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归宿，就开始问天问地问鬼神，就是不敢为自己。哎，八下镇要生变，要生变喽。你们俩真的要离婚？是。可是你们的组合，那可是上峰给定的，所以正宫署判的离婚会有力度一些。啊，是是是是，肯定这个力度会有的。啊，月红啊，这个事情啊，都过去了。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我们的任务已经很模糊了，而我需要更清晰的生活。离婚书我们已经签字画押了，盖公章吧。啊，好。你们俩要不要再想一想啊？最后，
在一起要是别扭，就离了吧。我是让你劝人呐。小雨，你也别瞪我。聪文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给自己做回主不太容易。别劝了，聪文。我俩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好好好，既然你们俩都愿意啊，那这个章呢，我就盖了。这个章我盖完了，你们俩自己拿吧，啊！进来先敲个门行吗？不会呀。你们就不想点正经事吗？现在我们安全了，踏实了，都有闲心办离婚了啊！是没你什么事儿。上峰说，霸下镇通过了考验，视为忠诚。这话你们不觉得荒唐吗？那封锁是什么？演习呀！我知道你们起过作用，但你们能告诉我，这真的就是结局吗？这不是结局。上峰只是暂时妥协，好腾出功夫来铺垫更加稳妥的灭绝行动。哎，这个清除令啊，是于主任定的，他死了以后呢，这个高处长接管。疫苗是于主任搞到的，并托人让祖成武带过来。祖成武说，于主任从没嘱咐过，疫苗只用于保护官兵们的安全。谁的话能信？谁的话都不能信，除了自己。聪文，刘真，你们是面对面见过高处长的，你们能肯定地告诉我，接下来他要干什么吗？如果有更大的灾难将要降临，我们怎么办？好，不是还有批皇陵残宝吗？趁有时间找出来分了，赶紧跑，各自都隐姓埋名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月红，注定上不了天堂，我们就要趁活着好好的找回自己。混账！我们都是宣国师效忠的人，什么叫做回自己？作为党国效忠的人，就是做回自己。什么念头？啊？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叛，罪不可赦。玉红，你给我听好了。张虎，你给我听着，你他娘的这么做试试。你要真敢这么做，别说我，霸下镇的每个人都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为什么冲我？我又没说我要这么做。李宗文，从即刻起，霸下镇内部实施最高级别预警，以防在不良思潮之下发生不良之行为。
唐文。啊？哦哦，哦，到了，到了。你怎么心事重重的呀？你刚才就不应该那么劝人。这种情况下都是劝和不劝离呢。他们都那样了，你觉得我能劝得住吗？也是，这小北一死，你说他们俩该怎么面对呢？准备怎么跟高处长述职啊？死者家属情绪稳定，群体情绪稳定。你觉得他能信吗？不管他信不信，反正我信了。就这么着吧。你真行。就送到这儿吧，你们回去吧，啊！你早点回来，江红英和那什么刘政委还等你过去试行呢。你们也是，我人不在，你们就把我往邪恶里说啊？没有，是江红英，他就认定你是个坏人。回来再说吧，我走了。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最近大家的情绪都不是很稳定。肖月呢，又不擅长做思想工作，你和龙九要好好帮帮他。嗯，我会留意大家的动向，有什么不好的苗头，随时提醒肖月。嗯，这也是功课啊，要好好向幼珍学习。知道，帮我好好照顾家。走了。萧月说的没错，我们要是真的这么做了，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反叛。我不在乎那批残暴，我在乎的是反叛的本身。身为特勤，为任务牺牲义不容辞，但不清不白的被灭绝，还殃及到孩子，却情何以堪？我要让尚峰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千夫所指，也在所不惜。我只是想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做真正的老伴儿，相互为了对方。所以那批藏宝对我们是很重要的。我明白，有你们这种想法的人有很多。只是在犹豫。这段日子我暗中做了些试探，依然坚持效忠的只有萧月和李从文。当然何佑真会站在李从文一边，而决心要反的只有我们这几个，还有我店里伙计，其他的人全都是摇摆派。我们想要成功，就必须把这些人全部都拉拢过来。只要人手够多，萧月他们就没有力量阻止。对于摇摆派，抓牢关键人物一切 OK。 比如梅寡妇，
他既有震慑其他人的实力，也拥有让一些人效仿的魅力。这我们都知道，关键是怎么个拉拢法。诱惑有二，一是那批价值无以计量的藏宝，二是对真实生活的渴望。关键不在诱惑，而是在于如何让摇摆者迈出他的第一步。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以后再有商议啊，地道口那儿要守个人。大家对我的分析有逻辑漏洞，如果没有小妞，我会站到李从文那头，但身为一个母亲，我可以压抑自己心中的不平和怨愤，但我无法容忍我的孩子没有未来。我们可以坐下讨论了吗？老王，老王，你真不觉得巴上镇最近怪怪的呀？巴上镇本来就很奇怪了，你又开始装吧？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我说你都疯了，还琢磨这些乌鸡巴干的事儿干嘛？哎，去，去把他带去。你们必须得承认，这是一个回避不掉的难题。怎样让摇摆者踏出他的第一步？或许我有个办法可供参考。听龙九说，栾山武工队的江红英在临走时甩下了个难题。这件事情你们都知道，江红英对李从文的印象啊是非常恶劣，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当过伪警察的龙九，所以他在走的时候呢，和刘政委甩下个话来，要李从文回镇以后专门过他们那边去做个事情。叶县的国共两党势力是犬牙交错，为了避免矛盾上升，李从文回去一述完职就得巴巴的过去，而以他的智商啊，肯定会把矛盾化解得比较圆满。至于怎么化解，恐怕你我之间只能听得一面之词了。既然是一面之词，就有编造的可能，对吗？你们的意思是？月红，听说我和李从文上次外出的目的，被你还有萧月以及石兰下了个死扣。啊，当时两边说差了，只能谎言不谎言。说什么谎言无所谓，关键是如何让李从文、江红英他们怎样化解矛盾，让别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谎言。对方的误会相当之重，想要化解并非易事，而且李从文做事惯走偏锋，这往往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，却很容易把自己坐入死境。只要我们稍作手脚，就能利用此事给李从文头上栽上顶共产党的帽子。不管他一面之词用的是什么招，只要大家对一面之词本身有所迷惑，那他说什么都比以共产党之身份化解共产党之误解更像谎言。如果能扣上共产党这顶帽子，你们想一想，霸下镇从头到尾都潜藏了一个共产党，那么本在迷茫着大家会不会彻底的绝望悔色到崩溃啊？那么诸位的脚该往哪里走啊？啊，这娘们儿真能写啊。你跟你一样，上不了床的就得扔，去死吧。听说你要来，我们早早就在这里等了。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梅雨香、龙延寿等优秀的人员配合萧月进行大量的心理辅导工作，所以部队离开霸下镇以后没有出现任何异常的情况。
从整个的过程来看，死者家属情绪稳定，群体稳定，现在霸下镇已经恢复正常。是吗？什么？霸下镇已经恢复正常了吗？霸下镇已经恢复正常，要不然我不能赶来述职。从文，我要先跟你道喜。虽然上一次你的应急方案有失偏颇，但毕竟化解了组织和执行任务人之间的冲突，功不可没。因此，这次你将跟我们一起返回总部，接受更高的职务，行使更大的权利。什么？你让我离开霸下镇？我心里很清楚，你刚才的陈述当中有不少水分。虽然这次冲突是因于主任的猜忌而起，组织上也及时极力地做出了补救，但是霸下镇的人经受了如此大的恐惧，而且还有减员，他们的情绪是不会这么快恢复如初的，对不对？肖月，在对整体性思潮的控制方面，工作方法简单，而你又面临着升职调离，所以我安排了一个人来接替你的镇长职。是谁？裴先生。从文，好久没有见你了。老师，裴元成，裴先生。再熟悉不过了吧，在多期的学员培训中一直负责政训，非常善于开展思想工作。于是进入霸下之后，他会见缝插针，把握机会，巧妙地将一些人笼络到自己的身边，同时再故意为难一些人，让他们只能去依靠萧月，若即若离地对待其余的人，让他们因为无法确定自身而产生恐惧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第三个阵营，对吧？从文，霸下镇分化成三个阵营，稍有事端便可以挑起冲突，并加以激化，导致内讧。于是无法调和之下，组织便可以堂而皇之地来一次大换血。而这次，大家因为被分化瓦解，再也抱不起团来。你太多疑了。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忠诚被亵渎，才会引发真正的祸端。从文，你千万别告诉我你们不是这么策划的。从文，我在教习你技能的同时，也多在训导你要心怀忠义廉耻，而现在你却这么来解构老师，真的会让老师有些伤心呐。裴先生，他们之前跟组织双方确实有不少误解。我理解，当然理解。从文，思想上不要绷得那么紧，好好洗个热水澡，放松一下。其他的事我们明天再谈。真的想清楚了，决定要这么做。月红的遭遇很容易煽情，他要是挑头，反叛就无可避免。除了你死我活，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阻止。我必须要在那天到来之前，确定李从文的真实身份。可我总觉得，对从文的猜疑缺乏根本性的依据啊。可我依然心存疑惑呀。万一从而是共党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温大夫没有跟你八卦过吗？所以啊，那批宝藏对你是一分不值，从文是什么人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哎呀，说真的，爱情如命，可有时候却是魔鬼。晚了，你撺掇我俩好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这些呢？
裴先生，霸下镇都是聪明人，你在做分化瓦解的时候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。从文之所以对我如此迅速的判断，一是出自于对我的恐惧，二是因为霸下镇此时正在形成分裂的局面，你信不信？对你恐惧，我很好奇，在你做教官的时候究竟对他做了些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学员中有几个爱捣蛋的就被群起而杀之。仅仅是捣乱分子吗？对，我不喜欢爱提问题的学员。还在琢磨那事儿呢？尤真闹这一家伙啊，倒把我闹得心颤。他是村官长，把一个长官栽赃为共产党员，这可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，瞬间可以激发群众，又可以掩盖自己反叛的罪恶。这个何尤真，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就那么狠呢？啊，他前一阵子还要大家帮忙跟崇文撮合呢，是不是啊？我听说从一打上去的结婚申请没被批准，他是不是因为这个受刺激？我更愿意相信他仅仅是为了生存才跟大家一样的。我不管他是为了什么，我总觉得吧，这招狠得有点过分。小心一点行吗？龙九发动了一些人在全镇子盯梢呢。最高级别狱警斗的都是自己。有什么事吗？吴姥姥一早就冒去温大夫那儿了，然后诊所就挂了闭门牌。等李从文返回后找江红英事情，我们就实施计划，商量好的事情什么可嘀咕的？而且非要在最高级别预警期间弄得鬼鬼祟祟。跟我走。哎，从地道走。梅寡妇这些摇摆派是最大的人群，如果不把他们拉拢过来很难成事儿。哎，你说他们也举过手效忠，现在要没有个大刺激是很难让他们逼上梁山的。可是你说认识从文到现在，他做过一件对不起大家的事情没有？你千万可不能这么想。你就没往这方面想过？做特勤工作的千万不能被感情捆住手脚。那反叛又是为了什么？为财。仅仅是为了财？啊，也为了尽快逃离这牢笼，过真正的生活，也为这六年多的感情得以延伸。于是为了个人的感情就要杀害李从文？我说他姥姥啊，但是我做不到。为了个人的圆满，生就把一个挺好的长官往死里整，我做不到。你反悔了？哎，咱们是不是太多虑了呀？何大爷，刀尖上走的事儿
马虎不得呀。是你说的长虎，温大夫立场非常坚定啊。小五老了可不见得。小五的死对他刺激最大，所以他是个控制不住感情的人。你是说他们会反悔？否则背着咱们几个叽叽咕咕干什么？他们要反悔，那咱几个可就什么都干不成了，而且我们会被他们出卖。我总觉得做人呀要讲良心，成就大事的人是不应该拘泥小节。那昧着良心成的事，难道不会是另一个地狱吗？你看你这个，如果这个毒辣的招不是由人，而是我提出来的，成事之后，你能毫无芥蒂的生活下去？切，我没事可以。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你将如芒在背，因为你无法确定我是不是出卖了你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反之，我也一样。嗨，你别说了，我也这么想过呀。反正为了叛逃还从为，我做不到。那不反就不反吧。其实啊，我也很害怕呀。最后面对崇文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啊。温大夫。温大夫。我今天不开诊呐。哎呀，我们家小妮上吐下泻，身子都软了，快开门。哎我。哎呀。你们这你这呢不是病了吗？妮妮怎么了？废话，过来谈事儿总得打个幌子吧。温大夫，坐吧。我们得赶快告诉你啊，栽赃从文的事儿咱不能干。现在我满脑子里面都是从文，前阵子我还想让他给我的小妮儿当爹。有时候话说的容易，可我这心里头有坎儿，怎么着都过不去。所以这事儿必须放弃。那就放弃。我们刚才还在说温大夫这个事儿。我一炸就炸出来了，果然如此，剑已经搭在弦上了，弦先软。不，我是说，咱们能不能换一个招？崇文他怎么了？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我是在想，咱们真是给崇文栽死了，那后悔的是你呀。出这招之前，我就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了。对比李崇文，我更希望我的孩子能有不被宿命紧箍的未来。有这样，咱们还有别的更合适的方案吗？温大夫，脚迈出去了就别往回收了。霸下镇没有一个山主，不能成事，我们就会被吞噬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萧月绝不容忍动过反叛的人，包括我。我是说，这个事儿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可我们不放心，为了避免一切潜在危险的存在，我们会杀你们灭口。那你们这是？就这么狠，连爱的人都能放弃，我们还有什么不敢干的？温大夫，脚迈出去了就别往回收了。
我们霸下镇没有一个山主，不能成事，我们就会被吞噬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萧月绝不容忍动过反叛的人，包括我。我是说，这个事儿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 可我们不放心，为了避免一切潜在危险的存在，我们会杀你们灭口。那你们这是，就这么狠，连爱的人都能放弃，我们还有什么不敢干的？ 石龙井，快抓住他，不然咱们大家都完蛋。哎，何大爷，这又怎么了？没事，年轻人算一个。 长能耐了啊，龙九，学会偷听了。我没偷听，我没偷听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你没听见，你跑什么呀？我怕你们误会啊！我怕你们误会啊！人抓到了，怎么处置？就让他闭嘴了。我闭嘴，我闭嘴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我闭嘴，这么活蹦乱跳的。 怎么闭嘴啊？你给我一次机会，你相信我肯定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不会说的。他这个反念一起啊，最先遭殃的就是他身边这些人。这无奈呀，真是无奈呀！都给我住手！谁动，我就打死谁！ 这就是结果，这就是反叛的下场。6年多啊，6年多，大家相濡以沫，为了维护这个整体，一同经历过艰辛，还付出过牺牲。而现在呢，自相残杀。温大夫说的没错，反念一起。 最先遭殃的，就是身边的人。这就是代价，这个代价你们承受得起吗？萧月，我错了。来不及了！大家还在任务之中，谁都不敢留一丝隐患，你们必须被处决。不管我跟你们有多深的感情，都必须处决你们。这，就是反叛的下场。 你们两个，今天的这个场景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记住了。你们呢？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，演习结束。检查呀。震慑人心，防患未然，这种演习还真挺管用。萧月这场震慑一心的演习，其实只是蒙蔽了自己。 霸下镇人反倒借此瓦解了萧月的警惕，从而更为隐秘，也更加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他们的反叛计划。
肖月现在什么状况？他觉得演习很成功，先有震慑就能防患于未然了。很好，他的警惕性降下来，咱们实施计划就容易多了。哎，温大夫，你们俩不会是现实中的剧中人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聊什么呀？我们在聊反叛成功以后，带着藏宝鸟兽散，过未来的生活。裴先生，密函和委任状先收好，别着急，沉几天再去霸下镇上任。我有数。石兰，嗯，我们辛苦一点，今天把事情办完了就回去。嗯，好的。车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夜路不好走吧？买李从文的那两个人应该是出事了。知道他要干什么？擒贼先擒王，逼你们收回成命。你猜测他下一步有什么行动？好在他不是神仙，估算不到你们想要离开，所以他会按作息判断你们正在自己房间休息，所以他会迅速绕开那些保安，直逼庄云龙。这里是火房的菜窖，气味真够难闻的。他不会想到你们会来这里，所以会相对安全。你们就暂时委屈一下吧。你要离开我们？人都隐去后面那边了，我没有理由不亲自出手。你要杀了他吗？那是自然。呀，你这酒是往哪儿送啊？县里有事儿，说是明天就用，猴急猴急的。嗨，他们不早点打招呼啊？谁知道啊，使到屁股门了才满地找纸，真够烦的。快走。你有事儿啊？没事儿。明天早上回来，先到我这儿来看牙。啊？看牙？啊，你不要平常不注意疼起来再来找我啊。这里的空气很差，真让人受不了。很多白菜都烂心了，你忍一忍。空气的含氧量太低了，我担心我的心脏会出问题。你想要干什么？用你们俩换一个人。从文啊，被你给破局了。看来老师不如当年那个时代了。把枪放下，除了你，其他的人都滚出去。放下枪，出去。从文啊，还有绳子吧？我自己把自己绑上，你无非就是要阻止我去霸下嘛。绑走我，你目的就达到了吗？我保证老老实实的配合你，到时候留我条命就是了。原来你也是个软骨头。石兰，你把嘴给我闭上。
老师还宝刀未老啊！时至今日，李从文已彻底解开了心中的疑问，这是一场骗局。罢下朕人以为的编制、被授予的身份，其实都不存在，都是谎言。他们只是重庆方的一小撮权势人物，出于利益私己的目的，秘密征集的影子特勤。国民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，包括。 他们所谓的使命，我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当你们俩的面杀了他。李从文，你已经很恶劣了。我是霸下镇的长官，我是霸下镇的镇长，我要保护他们，有一个光荣的结局，你们知道吗？ 高处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忠诚被亵渎，才是真正的祸端。你要是再对你的战士有伤害之举，我李从文敢拿脑袋保证，你们俩的下场。 跟这个老混蛋一样，哪怕你们走到天边，高处长，算了吧，没事了。 让他走。 好，当然，我一定到。再见。你怎么来了？回来之后就再见不着人，可不就自己找来了？这才几天呢。 正好我秘书长请我吃饭，一起吧。给我个解释好吗？什么？霸下镇。像密电中说的那样，检验忠诚。那李从文呢？他太多心了。 但出自于忠诚，我既往不咎。高处长，既然我们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，就请你不要骗我。请你告诉我，是什么让你为这个小镇翻云覆雨？这里面一定有天大的秘密。石兰，你违反了特工的原则。如果有人因此要来整我。 顺线往上捋，费不了太大的功夫，就能捋到您身上。之前我有这个秘密的有三个人，我、于主任，还有翁秘书长，三方制衡，所以困守困剿。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，就有了较量的可能。你真的想成为那个第三方吗？ 我饿了。报告。
这螃蟹还算地道吧？来，孟秘书长，来。这顿饭可不是为你，我是专门犒劳施小姐的。你呀、啊，算是沾光了。您这么一说，我可没办法做人了。哎，石兰，嗯，听说你是疾控中心的防疫官，以后就不是的了。高处长准备把我调到他的身边。啊，是吗？那好啊。离他近了，工作起来就会更方便啊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温大夫，这是您的滴管，里边装的也是您的药水。化尸水如果滴到人的顶门，结果会怎样啊？会不会有一个小洞从头顶一直烂到裆？我很想尝试一下。张虎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应该明白，我们的路要被堵死了，这什么事情都做了出来。哎，月红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？哦，是温大夫有话跟你说，当然了，也是我们几个想说的话。你隐隐晦晦的把我约到这儿来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？啊，我觉得，这不是大家的意见，大家都觉得这次演习的还不够。月红和昌虎，他们是性情中人，因为发泄过情绪，自然而然呢，担任了演习中的反派角色。何尤珍，因为婚事没被上峰批准，受到了刺激。这个理由虽然是牵强附会，但也让父女俩一起划到反派里了。别绕圈子，你到底想说啥呀？我只想告诉你，若真有人动了念头，相反，不会表现得像现在这么浮夸，反而会在大面上半点声色不露。哦。你是说？依然有人会震慑不住，震不震慑得住那是后话，关键是要仔细查探，是不是真会有人在动反念。你也知道，因为跟组织上的那次冲突，很多人在思潮上都有过颠簸，过了那个劲儿就没事了，要过不了那个劲儿，那可就是隐患。这要是不加疏导，那就是要放大的。那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想暗中组织个稽查队那样的路子。你是长官，谁要有事儿，总归是要刻意的避着你。但对我们，他们就不是那么警惕了。我们平日里啊，要多留意，多观察，及时发现一些不好的苗子，就把工作要做下去。小月，身为长官，相较于你来说，有些事情我们反倒会好做工作。好，好，你们有这心，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帮助。可是啊，我们更希望什么苗头都没发生，你我都是庸人自扰、杯弓蛇影才好呢，对吧？那是，那是。
是不是？这六年多的感情，金不换呐！这回你们满意了吧？我又怎么敢肯定你们俩不会再往后撤？再往后退，我就是两面三刀。再说什么，小月还会相信？哎，行了吧，这就是我们的宿命，一脚踏出去，谁也回不来。吴姥姥，我知道你下得去手。我们也是在为自己找一条出路。什么都别说了，尤真能对丛一起杀心，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吴姥姥，不对吗？对，我们不想在冷血的牢笼里面苦苦求生，就得先用冷血给自己铺一条路。谁说我要调你到身边来？你当着他的面裹挟我什么目的？你拽着我吃这顿饭，不就是为了避免跟翁秘书长交锋一些敏感的话题吗？比如说霸下镇，以及裴元成意外身亡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以后你还会对我有很多类似的需要，把我调在身边会更方便。况且，霸下镇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呢，我想未来什么情况完全取决于你跟翁秘书长之间的较量，对不对？而这个时候，你一定不希望我在他的身边，而他刚才已经在拉拢我了。高处长，我们的利益会永远捆绑在一起。刘真回来了啊，情况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没事儿。什么叫没事儿？例行公事嘛，述职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哦，对了，镇子里的情况怎么样？萧月搞了次镇压反叛的演习，杜绝不良思潮蔓延。哦，演习。那成果怎么样？镇里都是宣誓过效忠的人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愿兄王图谋要把荆州讨，恨吕蒙策划暗处杀人刀，二叔奔走麦城道，不幸身陷。月恒，收拾东西呢。小北的东西我想照原样摆放。我不会动他的。离婚这么久，我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我是想说，我依然住在这里。我怕小北想回家看看的时候，也没有人哄他睡觉。对了，崇文回来了，我那个……我又不是你老婆了。
想见谁，干什么，不用给我打招呼。月红啊，我让你协助演习，也是想找个热闹的事儿，让你能够换个心情。总是这么闷闷的，我很担心。协助演习，是为正理，为自己。不是为你。从文回来了，我得赶紧过去找他一趟。妈刚把饭做好，你吃完饭再去呗。不行，我着急啊。江红英那边早早就催了，让从文过去试情呢。你看他现在都回来了，就别等了。你也知道，共产党矫情。哎，龙九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给我记住了，和你、和我、和我妈都没关系。以后这种事儿别管，你也别往上沾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也没怎么，就是这几天老觉着不对，可能是晚上睡不好的事儿吧。不舒服啊？嗯，不舒服你早说，今晚我消停点就行了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好了，我走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，李宗文要跟萧月开碰头会，我再不合适。你想过没有，从而要是共党，你还能回来？这能证明什么呀？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爱情，你就先破天去了。那你胁从我是为了什么？我想做你真正的爹，拴住你，你就不会把小妞从我手里夺走了。演习的效果非常显著，何尤征等积极分子暗中组织了稽查队，直到现在没发现任何异动。稽查队非正式的，就帮我做一些暗访工作，以便我更真实地了解他们的思潮动向，全是他们自己觉悟的。赶紧解散了，霸下镇不能有秘密警察。什么叫秘密警察呀？这会发生人斗人的情况，我不允许。你是不是遭什么事儿了？上峰原本是想换一个霸下镇的镇长啊，人员都选好了，就是裴元成那个老魔头。没错，就是借人斗人的高手，其目的我想我不说你也明白。那后来呢？我把他杀了。啊，以此警告上峰不要亵渎大家的忠诚。从文啊，你能回来说明这件事已经解决了啊，但是我得提醒你，同时你跟上峰的私怨也就结下来了。我还能有别的办法吗？啊，也是，能给大家争取一时的安全已经很不易了。从文，你是专门化解难题的人，这我知道。不易这两个字能从你嘴里说出来，一定包含了太多艰辛了。现在我只是希望上级尽快的下令开启宝藏，让大家坚持到任务的终结。对，上头也该着手这件事儿了，这已经不是日战区了。哎，两位都在啊？啊，有事吗？你不是忘了吧，江红英和那个什么刘政委还等你过去试情呢。哎呦，他们离开霸下到现在挺长时间了，我们要再不去的话会出问题的。走前江红英就专门找过我一趟，
问我没锄奸反倒得势是不是跟你有关系。啊，他还说镇里的抗日热情消退，多半是受人为压制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你说说你们啊，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是怎么编排我的？怎么才走这么几天我就成了反动头目了呢？你就甭怨谁了啊，误会已经有了就赶紧解，免得再横生枝节了。可是怎么解释啊？霸下镇有些事情是不能明说的。这样，龙九，咱们俩呢，一人写一份检查，由你做代表，给他们送过去。我去送啊。龙九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上峰已经对我敏感得不得了了，我不能在私下底下再跟共产党接触了。行。检查里呢，多陈述错误。要显得声泪俱下，但凡涉及到跟日本人的关系的时候，必须解释是趋于为乡邻们的安全考虑，被迫而为之。同时要强调，国府之所以为我们网开一面，也是这个原因。这个后半段呢，要表达痛改前非、建设霸下镇的决心。为了表示真诚，我会在检查里请求他们定期或不定期的到霸下镇视察监督。哎，这条不好，有事没事的过来不嫌麻烦呢。哎，让他们定期的来霸下镇视察监督，要比我们私底下结社强得多。什么意思啊？屁事儿没有，从文怎么说你就怎么做。好，去吧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去啊？陪他到小北坟上添添土。哦，那你们忙着。龙九。哎，从文他怎么着啊？共产党那边的事儿他去不去啊？哦，他怕上头敏感，不敢再跟共产党接触了，准备写份检查让我带过去，我也得写一份，人家不是对我也耿耿于怀吗？那你可得小心一点，你没太有经验，别乱说话。哎，我知道，你忙着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李从文不去，怎么栽他是共产党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沈月红，我警告你啊，别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。挺大个计划等到现在，结果人家崩个屁就化解了，你说我该用什么态度？下回这盖子上加点布啊，那味儿跑了，口感就不一样了。哎，好，布盖子。老板娘，月恒。月红啊，最近几笔买卖都不小，咱俩合合账吧。我不想帮你打理酒坊了。咱可是说好了离婚不拆事儿了啊。没心情。你看，虽然只是个做幌子的产业，可咱也别让它败了呀。知道吗？六道里有一种叫修罗，心中充满着暴力。或许我就是修罗，安分日子过久了，就会渴望血的味道，渴望的挠心挠肺，坐卧不安。你怎么了？这是？我就是想让酒坊败了，败到大家焦头烂额，我也就不那么闲了。雨虹，小北的事儿再疼，终归也得过去吧。你这么想，就挺好。
总是隐隐觉着，这霸下阵有些怪异。可具体呢，我又说不上来。祖师长也曾患过疫情，倒像是可以说明，军队在封锁前应该跟镇民们有过近距离的救援。从对死者的后事处理上看，双方没什么隔膜。状态上，镇民和军队倒像在我们来之前也已经融合了。除非霸下镇的镇民们都是一群可以以假乱真的表演家。我不是说疫情的事儿，这霸下镇我们去过两次了，很奇怪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这镇民们抗日热情还挺高，当然也有些草莽。可是隔镇的再去，又都变消极了。我做过一些了解，这些镇民们以前都是难民，镇子也是他们来了以后慢慢建起来的，可能是压制的时间太长了，日伪时期他们一直是顺民。洪阳，压迫的久了，压迫的狠了，他们就会站起来吼那么几嗓子，等日子好过些了，这劲儿也就歇了。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这么欺负老百姓的，民怨大了就给老百姓放放气，相反老百姓还感恩戴德。一方可叹，一方可恨，所以革命工作任重而道远。这龙九吧，换身衣服就从伪警察变成国民政府的警察，我觉得这事跟李从文有一定的关系。这个人不问民苦，遇事就躲，欺男霸女不说，位置偏偏坐得稳当，他肯定有很深的背景。再说这肖掌柜夫妇，说到他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，还显得有些忌惮，这肯定平时没少受他的欺凌，又害怕他的势力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这个人在霸下镇肯定不是个好角色，他跟龙九要是被除了，一定不会冤。可是我怎么做过一些调查，李从文和龙九应该没有犯过什么大的罪行，身上也没什么血债。革命工作需要时间，需要过程，还需要咱们有耐心。